帅气外表，又是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，甚至在戏剧圈也有着亮眼表现，出道至今有着超多代表作，亲民正面的形象也被网友封为林富平男神。但今日他接受杂志访问时，却笑说外界认为的完美标签完全是一场误会，笑说自己受宠若惊。不过他也自认是一个动静皆宜的人，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安静，甚至有点孤僻，但和朋友或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又能很嗨很开心。而被问到人生至今最不敢相信的事是什么，他则笑说觉得自己还能从事演戏这项职业很神奇，小时候觉得他好像永远都学不会演戏，但现在他才理解演员就是一件需要不断更新和学习的事。他也很喜欢演员这份工作，可以让他跳出舒适圈不受限制，也希望未来可以尝试更多不同角色，挑战不一样的面貌。